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微尘，是为多宝。须菩提言：甚多世界。须菩提，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我们前头的文呢，说的是法身，说的法性身。那么这段文呢，说的是微尘，微尘，微尘这解释，庄严佛国度说的。有了法主，就是佛，就是法身说的啊，法身的报身、化身。这说法之主，那在什么地方说的呢？说在三千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里头说法利益众生，就是说法的处所。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里面说的这个金刚经，金刚经世界怎么成就的？是由微尘成就的，微尘成就的。那么这个咱们这微尘呐，有的微尘很微细的，就这么一个指甲里头的微尘都很多。说微尘很多很多吧，乃至许多微尘成就个三千大千世界。这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所有的微尘多不多呀？三千大千世界我们都算不过来，不是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尘了，就咱们这屋子里的微尘，咱们说有好多呀，这个大地微尘该有好多呀。甚多甚多。那么佛问须菩提了，说你怎么想的呀？对，你怎么看法啊？你怎么认识的呀？说三千大千世界里头所有的微尘多不多？须菩提，须菩提啊，那甚多呀。须菩提，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，微尘不是微尘。微尘不是微尘，就不见微尘的相。这个《金刚经》在一切处就是浅现，浅着一个现象，显它的性体。微尘浅除了，就是不着境的意思，就心不着境，对外边的客观的所有的一切境界下，不取分别，不取执着。所以说微尘非是微尘。说世界先说微尘，因为世界是微尘成就的。换句话说，微尘不是微尘，是假的。那么微尘所成就的世界呢，世界也不是世界，不是真实的，也是假的。微尘是假的，就是客观的所有的存在全部都不是真实的，是可坏的，是可坏性。所以如来说微尘非是微尘，微尘不存在。那随顺众生的缘起，随顺众生的缘起，四名微尘。这个微尘是从性，从性体上而生的。是一切假的合成的，
合成的呢微尘没有，合成的都是很多一切法所合成的，这个世界就是微尘所合成的，所以说世界不存在，世界分析为微尘，微尘也是世间相，也是世间相，是吧？这个随顺众生而建立的世间相不是真实的，所以说如来说世界非是世界，那是随缘而说的四明世界。在《金刚经》是下半部，多数都说是三种。先是虚妄的看见幻境，在性体上没有，而又随顺众生建立一切，认识这样子了，就不起执着了，就不起执着了。因此说，如来说微尘，非是微尘，四明微尘。这个话可以引证说，说我们看一切事物，都应当这样看，一切事物是合合而成的，凡是合合的，凡是合合的，都是假象，不是真实相。合合的就有分离的时候，分离的时候，这个事物就没有了。这个意思呢，就是我们所先见到的是假，假而后空，空而后从空之中又建立假象。先头这个假是随顺众生，让一切众生看到这一切法没有一切真实的，说你不要太认真了，不要太认真了，对任何事物观察它的体现，说这个世界啊是不存在的，在它的体上没有的，是空的，是空的。说我们这个肉体是不存在的，当它的存在的时候认识它不存在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没有真实性，必定是灭的，必定是坏的。在这个生的时候住，住你就生下来之后住世间，住的长短不一样，有的几岁就死了，有的几十岁，这最长的有估计住100岁吧。但是呢他最后还是快坏的。现在在他存在的时候有看他的坏相，看他的灭相。因为我们观一些事物啊，如果你能这样来观察的时候，你不执着了，你烦恼就渐渐消失了。但是这个问题得要你是用你的观照般若去观察，当你思维久了想久了，看一些事物是这么回事啊。咱们100年前所看见的人，那100年后这些人都不存在了，那又换了一批新的了，经常入世，要你这样的重复那个1800遍的，你渐渐就产生了智慧了，产生智慧了。这从你观照，观照久了，你的所有的认知啊，你认识一切事物的认知，在你认识上发生变化了。既然不是真实的，你又何必执着呢？我们经常是这样子，学习佛习教导，学习一个法门，或者学习一部经，一定谈到你要去做，
一定要谈到你怎么修行啊。嗯嗯，经常有人这样问，闻到佛法了怎么去修行。嗯，佛教的修行方法呢就是观照，观照就是思维，思维先从你的思想思维。嗯，这个思维从什么地方产生呢？从你的闻，闻闻而后思，思而后修，修完了而后就至正德了，在你修行就跟你所思维的相符合了，就能够进入了。那就是想，想啊，那想什么呢？佛说的这个世界不是世界。你说这个世界不是世界是什么？现在明明的现在存在的吗？嗯，明明是有一个世界吗？嗯，为什么说没有？说没有的意思，说出空的意思，说它不是真实的，将来会消失的。嗯，在它没消失之前，你就认识了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嗯，是吧？听别人讲的话，在他讲话之中，你领料的呀，不见得完全都领料得了，那得靠你的思想的观念的观察，观察，观察了你自己，多问问自己，多问问自己。等到自己不起怀疑了，把这个佛所说的话，因为他说的对，说的对，语言因为他对了，你的行动上呢就照着他说的话去做，这个就叫修行。咱们所经常说的依教奉行，对，佛教我们怎么做我就去怎么做，这个就叫依教奉行。依教奉行，赶紧做了，从做的当中你又证实到，证实到什么呢？佛所说的话确实是对的，确实对的，就从你印证当中，因为这个话是对的，这个印证当中就从你修行事实是体会。嗯，这一段话就解释上边说的庄严世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，就是这个含义。庄严世界，世界是微尘所成立的，那么这个世界微尘所成立的不是真实的，不是真实的，为了利益众生共还要去做，还要去庄严世界。就像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庄严的，庄严的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不是真实的，为了利益接引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众生升到净佛国度，到那儿去了吗？就能够直至成佛，再不退了，他那个世界里头没有三途，是纯净的。所以说微尘即非微尘，是名微尘，就是破解上面的庄严世界即非庄严世界，是名庄严世界，乃至于前头讲的深入须弥山，形容词，形容词，就说是这个身体啊根本不存在，不存在不是没有了，那是解释你的法性身的。但是这样佛这样说，众生是不理解的，是不能明白的，所以又再加解释说：微尘即非微尘，是名微尘；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重复一遍，再解释从前一点。
另外你要说法利益众生，得有个利益众生的处所吧。说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利益众生的处所，这个处所不存在了，在这个处所所说的法一切都不是真实的。嗯，这是不但世间法不真实，就是除世间法，佛说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在世间不贪恋，心里不生颠倒想。嗯，这是化佛所做的化事，化佛所做的化以化度众生的事。你要从相上来认识，这就是妄见，是虚妄的，不实的。这就是我们经常上在社会上的通俗说的话吗？从它的现象认识它的本质。那么佛所说的让我们认识的本质呢，要让你认识自性的法身，嗯，让你认识的清净果度。什么是清净果度啊？清净果度是无相的，清净法身是无相的。另外无相过，随你现什么相都可以。比如那是现象的、化现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化现的，是阿弥陀佛庄严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了摄受其他方的世界的得度，到他那个地方去。嗯，等众生得度了，化现的土也没有了，就是让你一切的都看破了，放下了，就自在了。这就是般若意。这就是般若意，就达到般若意了。达到般若意之后，你就得度了，得度了，就是清净了，清净了。这个清净不是说的外边，说我脸不干净了洗一洗，说晚上洗个澡就清净了，那清净不了。是说你的心，你心里要到了无挂无奈，无挂无奈了，你什么的一担心的事都没有了，那叫无挂无奈。你到无挂无奈的时候，心里头就没有忧虑了，不必忧虑得，也不必忧虑失，无得无失。那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吗？说心无挂碍就没有恐怖了，没有恐怖了，远离一切颠倒了，把那个妄见的虚妄全部离脱了。这先说的是一子的，就是微尘也跟我们房屋一样的，说你一子的所谓说说。但是我们的身体呢，一下又讲一段身体的虚无体。与银河呀，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？佛言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这个所依的国土庄严的处所没有，那能依子的身，身也是没有。先要佛身说，佛身有三十相八十宗好嘛，假佛说，这个都是意境了，意境了。这三十二相八十宗好也不是咱们能见到的了，对，就是佛在世三十相八十宗好，是那一个大阿罗汉断了见思惑了，他见佛的身相。不是平常的身相，对。如果大家有人看到过了，哎，
那个英国的那个博物馆，大英博物馆的时候，大英国博物馆里头，他那有释迦牟尼佛的在世的像。那不是一个印度的老比丘而已了，没有三十二相八十宗好。这经上所说的三十二相八十宗好，不是一切众生都见得到的，那也是得有修了之后才能见到。但是就这个相是空的，没有，没有，是吧？国度即是空的，正报的身体一直国度也是空的。须菩提这时候他已经懂得道理了，已经开了悟了，在他的见思惑正楼上果之上，他尘沙惑已经渐渐开始断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问他，佛问他说，你对佛的身体怎么样看法啊？是不是以佛的三十二相来见如来啊？世尊呐，我不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，我不是这样看的。为什么你不这样看呢？如来说的三十二相不是实在的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四名三十二相。我们经常经讲的空假宗，前头是假的，非是空的，完了这个时候嘛，说他三十二相也可以，说他非三十二相也可以，这就是进入宗道义，离二边显宗道。因为那个法身的身不是相，法身所住的净佛国度不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国度，要见住相非相即见如来，要见住土非度即见净度，那个才是清净的佛国度。这就叫什么呢？叫离相的真如。真者真实不虚，如者如如不动，真实不虚的无境界的境界，无相的相，是吧？如来的体不是相的，如来所依止的处所也不是有相可形容的。因为一切法，一切的有为的法，入梦幻泡影，入露宇宙殿。后来最后总结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，入露宇宙殿，应作入世观，让你这样来关照，这样来认识它。现在我们作为我们都是学习当中，我们不能空，因为不能空过你就有烦恼，人家打你的时候或者骂你的时候，对，你就要生烦恼了，会非礼相加到你身上的一些事物，你感觉冤枉了，也就是这个含义。如果你这些个相都没有，那你才能够渐渐得入，渐渐得入，那才跟这个经的意义啊才能渐渐相符。说这样子你才能理解什么叫金刚般若波罗蜜啊。离开一些住相，命来布施，施舍给一切众生，还不如听金刚经四句啊，我们能相信吗？不是这个含义。他说空的时候，要显空义的时候，遮住了那个有，遮住那个有。明显的说吧，说是你布施的功德、受持经的功德、
比你用世间舍生命的功德那个要大得多。那么舍生命有没有功德呢？不是说舍横个撒手那么，你能舍己救人，看见人家落水了，或者是掉了火坑里了，你能不计及自己的生命去把他救出来，或者因为救他而自己牺牲了死了，这是世间人手一共大家共同承担的。说这个功德还不如你念四句金刚经的功德大，在世界上咱们信吗？咱能接受得了吗？因为你若没有学过金刚经的法的人，你对这个很不理解。因为你救人的时候舍生命的时候功德是有的，功德是有的，但是这个功德呀是有相的，是有作为的，跟你那学金刚经学了四句，将来你依着他修行了了生死了，把你无量劫的烦恼都断了，从那个来立来这个比较的话，说你听了四句金刚经的功德呀，可比你那个舍那个无量恒河沙的那个功德要大得多。但是这两个，不论你受持经的受持经的功德，舍生命的功德，既然说到功德了，功德了，什么叫功德呢？就是你修道或者你做一些事情有德于心，这个德呀就是你所做的事情在你心里头能得到通过了，行道有所得于心，就是你悟得了。但是例如我们大家念佛念阿弥陀佛，大家听了好像是很普通的话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天天念。但是你这个念呢没得于心，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心并没进入。如果说你要进入的话，有般若智慧的话，你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去入阿弥陀佛的功德。你知道念阿弥陀佛能念的人跟所念的佛合为一体，能念的我没有，所念的佛也没有，这叫自他不二，这个就叫般若意，这才是般若的意思。那这个弯儿大家还转不过来，对。但我们念的时候，那我是能念的，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师父所念的，你都有能所，有能所。等你念到无能所了，念到没有能念的，也没有所念的，因为这段话就是这个意思。说你七宝布施跟生命的布施，这是有形有相的，有形有相的再多它有数字的有形象的，但是你诵持金刚经的时候这个功德有什么形象啊？没有什么形象啊。还有大家时候念的华严经的，华严经的，华严经的那个诸菩萨在功德林品，诸菩萨赞叹佛的功德时候，那觉林菩萨他是这么赞叹的：要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
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这个是赞佛赞叹的最究竟的，是吧？啊，每一个人要真正想悟得，真正想明白，真正了解了，是吧？你要想认识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无量的诸佛，怎么去了解它呢？因观法界性。这个法界呀，往往大家有理解错的，说这个法不是那个法，这个界呀就化成界限了。但是这个在《华严经》讲法界不是这个意思，界是升起的意思，法界就是界能升起一切法，界能升起一切法，一切法都是心生的，没有个界所可言，没有自他可立，这样的才叫法界，叫法界。说在这个法界上，你说了空了，说了有了，有了就是有这么多功德，说空了没功德，有什么功德可言？就是功德可立吗？但是我们一说没有了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断灭了，断灭是错误的，不会是断灭的，佛法一切都不讲断灭相，不讲断灭相。但是只是在这个相上头印到它的体现，对，印到它的体现，就是把你这个身体布施了好多次，这还是相上的事儿，还是相上的事儿。这也说《金刚经》的四句偈：一切有为法，入梦幻泡影，入露为变，应作入室观。观一切法，就你做梦一样，醒了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尝试这样想，应作入室观。认识一切，不把它假象当成真的，不把它假象当成真的。在习惯下，我们经常把假大当成真的，这是我们生活习惯。咱们中国人，他身上总要带点现钞，他要带个支票本，现在可能渐渐也成习惯了，咱不习惯。那在国外国际上呢，他身上一分钱都不带，他不带，他带个存款卡啊，活动卡，他需要时候走到哪个卡里往里一过，把密码一说，那马上那个取钱机呀，那机上就出来了，这叫惯相。对，因为我们平常呢就执着惯了，执着惯了，都是在相上去，性呢，体性呢，根本没进入到，根本不知道。而这样的来比较来讲，所以在这个空和有之间，空和有之间，啊，我们多数是执着在有上。你说空啊，就想到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成断灭了，不能理解性空。性空在有上，不执着，不计较，有要无，它那个含义啊非常之深，而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体会到的。为什么叫你经常修观呢？这个意思叫你对一切事物的世间相，一切都放下，不要去执着了。对，不执着的意思就是不执着了就不贪恋了，
不贪恋了，人我之间就放下了。那起码嘛，第一步你先了了生死了。我经常说了生死得解脱，解脱什么呢？解脱的人他任何事物都不烦恼，都不烦恼，换句话说不动心，不动心。三江水一动，不论长江啊、松鹤江啊、雅鲁藏布江啊，这个三江的水你都能把它动得了。你动不了道人的心，修道的人的心，你什么力量也动不了它。为什么？它空了，它空了，空了你怎么动得到它？这个是要自己思维的。所以佛所说的法，他说要么去做的，要么明白。明白，明白什么呢？明白的一切法不存在的，是我们众生的心的执着，是吧？心生在种种法生，心灭呢在种种法灭。就像我们出家人功夫好的，他叫入定，入定。我们平常把这个定的意思、含义的意思啊，体会不到。定是个什么境界呢？问我们七天不吃饭，或者七十天不吃饭，你人是干不死了，还饿死了。如果入定的话，七百天不吃饭也没有什么事儿。含义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怎么能定呢？他对外头的境界相一点不执着。不执着的意思就不贪恋，不被他干扰你的内心，不被干扰你的内心。这个事儿好像是神秘似的，绝不神秘，绝不神秘。比如我们出家人，凡是学过戒定慧三学的，对定的道理，他能体会得到，能体会得到。不管他出家好久，什么叫定，他是明白的，明白的。像每天的早殿，对，有时三点多钟就起床了，对，到大殿上去念经的时候，对，一般的在社会人，他没有入过佛门的，啊，你要到大殿那么站着那儿去念去时候，他能什么也不想，站得住吗？那时候很冷啊，冬天时候啊。大殿没有火炉子可烤啊，有的现在也进化了，安暖气呀、啊，过去哪有啊？就是靠心里头，靠心里的定力，这叫定，这叫定。那么你没有功夫的话，什么在禅堂一坐两个多钟头，或者住一支香吧。那是金定香啊，不是这个香啊，一个香一支香两个半钟头要坐那儿，你能坐得住吗？那就初步的，但还不算什么定，那叫清难，清难，把他心里头难下来了。这种功夫呢，从你的日常的思念当中去做，就是念住法门。就像咱们前头师父提问，我怎么样住心，怎么样降伏其心，你靠定力就把你心降伏了，它不向外奔驰了。
专注意境，或者念佛就专注念佛上，这叫思维效。你能定得住，专注意境时候能定得住，若心里的纷乱的时候定不住，定不住。现在我们提倡那个念住法门，这面说我念头重，念头重。那么我们要做不到这个啊，你可以做到了，你自己的想什么你自己该知道吧。一天你起好多个念头，你能知道吗？如果你把你的念起一个起一起念，看它是善是恶。如果你用一种方法，或者说让白纸起个善的好的思想，点个红点，起个不好思想点个黑点，那你到晚上你算一下子吧，黑点多红点多呀，是善念多是恶念多呀。善念跟着定境相结合的，跟着般若相结合的，恶念是违背恶境的。恶念它跟这个恶境相合，违背善意，这不顺佛教。那这样的经常做，经常用这功夫，渐渐久而久之，天天如是做，天天如是做，你做到一段时间了，你就知道你功力有了，你对峙的力量，静起善念，不起恶念，这叫随顺的法性。你能够定得住，你能够渐渐入空意，能够懂懂这种道理。懂得这种道理了，你再来观身心世界。身就是你肉体，心就是你思想、思维、心灵。世界呢，就是咱们前头讲的微尘世界。这样子，你才能明白为什么用好多个生命的去救度别人的功德，不如念四句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大。什么原因你就知道了，知道，你自己就会知道了。你就认为佛这一段的教授教导我们的话是真实的，那个功德比你布施恒河沙数那神明的功德大的原因呢，就是你能成就了，你从此永远了脱了，不再生死流转了。说你用生命功德恒河沙生命功德，那你福德大呀，福德大，你经常享受啊，去享受那个福德，那你超脱不了。那恶业把你牵住，善业也把你牵住，你也出不了轮回，超脱不了。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来这儿听课的啊，我们大家学习的人，恐怕抱这么思想，我听听而已了，明白也是那么回事，不明白也是那么回事，总是来这儿种个善根吧，听听总是有好处的了啊。你这种来听听啊，这个好处不太大，是有。如果你说我学了，我想解决问题，那就问题大了，那就好了。公子，解决什么问题了呢？啊，我们不经常说是要追求真理吗？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发了财，寿命长寿？咱说长寿，长寿是对着短寿说的，长寿是属于寿命啊。有没有永远活着的呀？啊，我们前头延寿殿，
念寿殿，说我想让我生命永远相续，求药师和加持。你没证得法身里头，你这个分段身永远是分段身，怎么会长得了啊？因为想死我肉体永远这事，这叫迷信，这不是真正信。我相信一切事物永远相续的，这就叫迷信。迷信。如果我想信了佛了，求佛了，让我发财吧，让我升官吧，这叫迷信。这就叫迷信。这不是说求佛我就能吉祥如意了吗？那这个老和尚说我这是迷信。我说你这，我就说你这是迷信，因为你是迷才这样求，你要不迷了你不会这样求的。这世间的财物是有限的了，财都让你发了，人家还要点不？还给人家一点不？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个叫观理，观理。这种道理现在佛给那个须菩提说，须菩提现在他明白了，明白佛所说这个法呀，不是他过去所学的。他过去知道断见惑，见什么不烦恼了，断见思惑，了了生死了。这只是分段生死，那变异生死呢？他并没了，他还没听说。那现在听了佛给他这块，他在祈问，怎么样住心，怎么样降伏起心？那佛就给他解说了这么多。到这个时候，须菩提他真正的明白，真正的开悟了，真正懂得佛所出世。除世间所说的法究竟是什么意思，这回他彻底明了了，现在才真正明了了，还不是正得了，他是明白了。您让我们听经，听经为是明白，明白什么呢？看看那个明白人说的话是什么样子，是什么样子。那对我们这个不明白的人给我们一种启发，启发来让我们也去明白。那佛说法说到这个时间，须菩提他是真正明白了。尔时须菩提闻说四经，深解义趣，涕泪悲泣，而白佛言：须有啊，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的慧眼未曾得闻入世之经。世尊，要福有人得闻四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当自世人成就第一的稀有功德。世尊呐，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入世经典，信解受此不足为难，要当来世后500岁，岂有众生得闻四经，信解受此，世人即为第一稀有，何以故？此人无哪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说义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是非相，何以故？离些诸相，即名诸佛。尔时呢，就是佛说法，说到这个庄严佛度，即非庄严。世界上说的微尘情，就即非微尘。世界入世。
正报入室，医报也入室。那从他问怎么样住心，怎么样降伏起心，佛就告诉他了，你应当这样住，这样降伏，降伏你的心。是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不要把这个寿者相要离起，像我们前说的那个药师验寿殿那个寿啊，这个寿是相续的意思，不是寿命的寿。相续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，永远相续。众生相呢，说一切诸法所合成的那个样子叫众生相，因缘所生的一切诸法所合成的叫众生相。我是自己，他是他人，我相、人相，再加一切法所生的一切诸相，有情的、无情的，它是相续永远不断，这样相续下去就叫寿者相。说这个四相都是假的，啊，须菩提这个时候理会到了，理会到了。他以前只断了人脑或不流转生死了，但是对这个甚深的意、成佛的意，他从来没想过，也没发过这个菩提心。但现在他明白。发了菩提心了，这上没明说，实际他发了菩提心了，他感动得涕泪悲切，这就是随顺众生相。他断了见思惑了，怎么会哭啊？这叫随顺众生，随顺众生，他就向佛表白了，表白他现在所印知，所印识到了，体会到了。他说稀有啊，世尊，稀有极尊贵，极少有。说今天说这个法呀，我是从来闻所未闻呐，是吧？佛说的这种甚深的经典，就是在这个法会上，佛对须菩提所说的这个甚深的经典，说我过去从来没闻过，我得的慧眼，就是他所证得阿罗汉果。那叫慧眼，开了智慧的，因为他断了见思惑了嘛，他见什么不迷惑，他的思维不起思惑，不流转六道了。但是对于第一义谛还不懂，今天才知道，我才产生了清净的信心，而信心清净了，过去的信心不清净。我今天早晨到我们那个罗汉殿，我在卢果路500罗汉里头转一圈，我就想到这个问题。但我们看见罗汉是成就了，很不得了。但是要在金刚般若会上说，他还不如我们，他不如我们。为什么？我们能发菩提心，能发大悲心，能发利益众生心，能发厌离世间心，能生般若意。那些罗汉他没有，他认为他跟佛差不多了，叫得少为足。我们能闻教般若波罗蜜经，只要你信，还不说你正德，正德当跟佛无二无别了，就是你能信，不再次说我人众生寿者，说这就是在华严经里说大凡胜小圣，大心的凡夫胜过小乘的圣人，小乘的圣人就是阿罗汉说的，他们是在流转生死上
那他们断了生死了，不受生死的约束了。在我们呢，是在生死当中，但是我们能发起大菩提心来，就是大凡胜小圣。从前有个事，有个故事了，一个阿罗汉带一个徒弟行脚是走路，但是师傅的包包是徒弟背着了，这小三在前面背着走，走到那田地里头，看到犁田呢翻出了很多虫子，看到小鸟来吃这个虫子，这小沙弥就生起大悲心来了。哎呀，他说众生苦啊，众生苦啊，那个他巧捉虫子吃，虫子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，就在喉咙就给吞了，连骨头都不退，其实虫子也没得骨头。他生起大悲心来，说我一定发大悲心，我要度他们，度一切众生。那罗汉是有他心通的了，他徒弟一念他马上就知道了，说你停下来停下来，他徒弟就站下来了，来包包拿给我背，他徒弟给他背了，好，你在我后边走着，我在前头带路，就走走就走。走了一段时间，这个沙弥想，哎呦，菩萨道难行啊，还是像我师父似的，先了了生死再说吧，不然生死太苦。他心里这么一想，哈，那阿罗汉又叫他说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他就停下来了。包包你还背着，你还在前头带路。那徒弟莫名其妙啊，他师父怎么回事啊？那照样背着，就在前头带路，又走。走了一段时间，这沙弥又想，哎呀。说一定要当菩萨，当菩萨才能成佛，一定要发大心，不能退菩提心。然后他师父又叫他了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他又停下来了。师父说：“包包还给我背着，你还跟我后边走，走。”所以这小沙弥很奇怪了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今天疯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一会儿停下来，一会儿不走。”他师父就跟他说了。说你刚才发了大菩提心，要利益众生，那我才是个阿罗汉呐！你是大菩萨了，发心就是菩萨，出发心是即正觉，入是二心，出心难。这是佛说的啊。在《华严经》说，你要发菩提心，跟你究竟成佛，成就心。我这两个心哪个心难呢？这初心难呐！你不要大心不发在已，发了他这个善根永远是继续增长的。因此啊，最初发的心呢很不容易。说这个小沙弥这一发心，他师父说：“你发心是大菩萨，我才是个阿罗汉。”我怎么样？菩萨给我背包啊，还是我背着吧？他这九州你又退了，你退了心了，要想跟我学成阿罗汉，那我已经成了，你还没成啊？说包包你还是得背呀、啊。后来呢，你又反悔了，有大心一定得发，大菩萨道一定得向，所以。我还得背包让你跟着我后边了。这虽然是个故事了，我们就说发菩提心非常之难，说发利益人的心，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了，都给自己打算呢。我们出了家了，要了生死，要解脱，要成佛，成佛有个过程的了，没有不利于众生的成佛的呀。所以在《华严经》里的42位法身大士叫法身大士，他中间多少次发心呢、啊？从凡夫地，不晓多少劫，完了信心满足了，
现在我们大家因为我们啊都是信佛者了，你的信心没有啊？我这么说大家听着很诧异吧，说我们出家好多年了，信心还没有。我说这个信心跟大家所想的信心不同啊。信心有十种过程，咱们就说第一个吧，就是前念起乐，只其后念不起者，这叫有信心了。我再说最后一个第十心吧，回向心。回向心，回向心，愿带一切众生受苦，像佛一样的利益众生，为了救度一切众生。那不是像我们说粉身碎骨，不是那个意思，就你生生世世的永远是利益众生。把自己所做一切好事都回向给众生，众生所有一切的危难我都承担，代他们受苦，就代众生受苦。这个心咱们发过吗？咱们相信吗？如果没有，没有你没的信心。我们把这个实心结合起来啊，第一个相信自己成佛，相信自己跟佛无二别，信心，信心，信什么呢？我们说信三宝，信佛菩萨，但是我们自己就是佛菩萨，相信法，我们自己就是法呀，相信僧，佛跟法结合起来，我自己就是僧，就自信三宝。当你受三皈的时候，每个皈依也皈依师啊都给你讲的了。对，信心，信心，信你自己的心，这个心就是佛，心佛与众生四三无差别，心一切众生诸佛就是一个心。那回头你自己先考虑考虑，佛都干的什么事儿？有例子啊，佛他一生做了什么事儿？你既然是佛了，你该做什么事儿？你该做佛事儿啊，你不能做众生事儿啊，还跟众生去争名利吗？争人我吗？争是非吗？争财富吗？争地位吗？那你自然就放下了，因为你比这高的多了，你是佛嘛。这是警策的意思，这叫有信位的菩萨。我们经常说信心，信心就是信你自己的心，那个心呐，不是你的妄心，就是现在的经上说即生实相，实相就是实相的心，这个信心才是清净的，叫心清净故，叫信心清净。说这人一定成佛了，成就第一稀有功德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他是众生，但是这是因，这个因一定能成果，就是你种下的是黄豆，绝不生大米，黄豆一定生黄豆，你种的是成佛种子，一定能成佛。须菩提向佛说了，说世尊呐，太稀有了，你说的这么深的经典，我以前怎么没听到过，我所以得到二乘的智慧，连这个经听说都没听说，现在我才听说了。要服未来的人，有人闻到这个经，他的心里清净，咱们清净上用前头佛所说的吧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就是信心清净了。清净的信心生起了清净的果，果是什么呢？实相，实实在在的相，
实实在在相是什么相呢？是无相，无相才是实相。无相故无所不相，就是空遍一切处。我相信般若意了，般若意是遍一切处的，遍一切处的。那这个经典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说现在世尊呐、啊，我今天才得闻到入世经典，就是《般若波罗蜜经》，那我就照这个佛所说的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我就信解受持，这个没什么困难的，不足为难，因为我已经证了阿难果了，在这个阿难果上再起这个信心，那就意思就是很容易了。说要当来世了，当来世就是，来世就是未来啊，未来的后五百岁，后五百岁，则再过五百年，后五百岁就再过五百年。要是有这个众生闻着这个般若经了，他能够信，信了而后理解，理解而后能去做，信解受持，信是第一步。完了，信了之后而能理解经的意思，完了又去照着去做，这个人呢是第一稀有啊，极尊贵了，极少的意思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个人已经到了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了，他才能够这样升起信心呢。我相即是非相，人性是人相，人相众生相、寿者相即是非相，相即非相。说这个相啊，不是有相的相，相是无相，无相的相才能遍一切处，才能无所不相，是这么个含义，这么个含义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何以故？什么原因？争起的意思，说离一切诸相了，把一切诸相离开了，才能见到诸佛。因为为什么不能见着诸佛呢？就因为着一切相。说不着一切相了，就是一切诸佛。如果我们读到《金刚经》了，我们有些道友求见相好，说啊，那我拜佛时候佛放光了，或者阿弥陀佛又现身了，恐怕不是这样想法了。要读了般若蜜经的人，不是这样希求，不是这样希求。我们这个灵隐寺的庙过去有个主寺，是在五台山住的，叫文喜，他是个大菩萨了。他在五台山的大显农寺里头，那时候叫华严寺，他干什么呢？他在大寮里做饭，人住的很多了，那锅煮的饭也很多。那有一些饭煮好，他把锅盖一掀，他把锅盖一掀的时候啊，文殊菩萨骑着金毛狮子腾空而起。要是我们这个众生，要是我们看见他，就是我看见他，我趴地马上就磕头啊！文殊菩萨来夹死我来了。他不是这样子，他捞起那抄捞饭的家就打文殊菩萨。他说：“你文殊是文殊，我文喜是文喜，你跑这儿来做什么？”文殊菩萨就给他说个计算，说个计算。苦瓜连根苦，甜瓜彻地甜，修行三大劫呀、啊、
却讨老生闲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这个天这磕头礼拜，求阿弥陀佛，求观音菩萨，求什么？求他现个像来加持加持我，或者放个光加持加持我，就是他不现。我们到五台山，哪个不想求文殊菩萨见一面呢？磕头礼拜朝五台山，这文殊现一面，我就业障就消了。但是文喜菩萨怎么对待这个问题？他是深解般若意呀、啊，就是深解般若意才知道。其实我们跟文殊师利菩萨乃至跟释迦牟尼佛平等平等啊。只要是你狂心顿歇，放下一切妄念，心无所着，你当下就是啊。因此啊，你对任何的意象，现在的邪说横行，那这又放光了，说把用电力在后边一放光，哗、哦、这他不得了了，他佛菩萨来了，他就是活佛，类似这样的很多现意象。那读了《金刚经》的人呢，他对这些个绝不执着，跟你毫不相干，跟你毫不相干。为什么不相干呢？你自己如果没有解脱，没有断惑，没有发菩提心，没有行菩萨道，任何这都是魔警啊，这就叫魔警。说你着了魔了，着了魔了，你先验证你的自己的心，先验证你的自己心。如果你已经得到这种道理了，明白这种道理，你心不贪恋，绝不贪恋这种东西，绝不贪恋。须菩提向佛正一表驳，一说他心里所理解的，那佛就告诉他了：“如是如是，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，就这样。”赞叹这个《金刚经》的功德。这功德是无相的啊，不要在有相上去取，要福有人得闻四经，闻到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了，不惊不感觉稀奇，不怖不生恐怖，不生恐怖感，不畏不畏怕，不畏怕，当知世人甚为稀有，我这个人呢已经能进入般若意了，甚如稀有。何以故？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如来说，第一般若蜜即非第一般若蜜，是名第一般若波罗蜜。这跟前头说的一样，当知住相非相，先是浅，后头是利，最后是随缘。须菩提，因如波罗蜜，如来说分因如波罗蜜，是名因如波罗蜜。前头是总说的，后头是分别的，就单举因如波罗蜜说。什么叫因如波罗蜜呢？单解是这个忍辱，就别人羞辱我们，我们能忍受，忍受到什么程度？达到了波罗蜜，达到究竟，达到道比难。那么佛又对须菩提说：“说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蜜，何以故？为什么要这样说？”这个佛就举例了，以前都没举例。举个什么例呢？说我在因地当中，遇到那个时候的国王叫割力王，他割我的身体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割我的身体的时候，
我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没有四相。是要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要是有这些个相，那就不能引辱了，有相就不能引了。假使在那个直接我说啊，就是那个时候，这是个故事啊。那这个故事怎么讲呢？说是佛释迦牟尼佛没成佛以前，在这个他做修忍辱横的时候，说忍辱仙人相续500生吧，啊，一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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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绝门修的一横忍辱横。来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他得给三里头修道，专门修忍辱横。那么格列大王是个国王，是当时的那个地区的国王，那到山里去旅游去了。到旅游去了，旅游疲劳了，他临时在那儿就休息一下。但他带着这些宫女啊，所以到那儿去找那忍辱仙人说法去了。他一醒的时候看他宫女一个都没有了，他都跑哪儿去了？他就找到这些宫女围着那忍辱仙人说法，他的嫉妒心就升起来了。他拿着宝剑嘛，就刺那个忍辱仙人，割那个忍辱仙人。他把我就啊那个忍辱仙子仙人呐，说拿宝剑把他肢解，一点点割他的肉，就是这么个故事了。佛就举这个例子说，忍辱得达到忍到什么程度？在他肢解他的时候，他一点嗔恨心没有，一点怨恨心没有。为什么他能达到呢？说他到那个时候，他这修忍辱仙人的时候，已经达到无恼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也没有一个肢解他的人，也没有他的肉体，也没有被肢解的肉体，能所都没有，也没有相续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生嗔恨心，应该生嗔恨心，他没有嗔恨心。因为这个故事须菩提都知道的了，所以佛并没给他解说。就是你知道吧，像往昔当那个忍辱仙人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做忍辱仙人，那割离王来自己我的身体，我没有四相，我没生烦恼，我也没有生报复心，就因为我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所以因此缘故，说菩萨呀应该知道什么呢？要离一切相，离一切相即名诸佛。谁能离一切相即名诸佛？以这个时候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就是发菩提心了。我们简单说，就发菩提心。不住色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，心无所住，应生的无所住心。不是须菩提最初问佛吗？云何住心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以前的已经答复他了，现在又重复的举例来说明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心无所住，已能降伏他的心了，降伏不起嗔恨，不起怨恨心。假使心要有所住，即为非住。非住呢，有所住，那个住不是真住，所以非住。非住。
怎么叫非柱呢？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生活的例子来举吧。说呢，衣食住行，你每天，有时候我们是很注重吃的好坏来干啥，有时候你心没在这个饮食上头，你到那吃管那什么呢，吃就走了，吃饱就没有住相，也没管他吃什么。这个时候每个人都有这个时候，但有的时候又挑剔，这个不对口味了，那个咸了，那个淡了的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，就是不住你吃的饮食上的身心。举这么一个例子了，说假设你住那个，你有住的时候，有住的时候，那个住不是真的，是住不住的，就这么个含义了。不论的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境界相，他这举个布施，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，色是色相，有个能识的人的色相，有个受识者的色相，还有中间所识的物，这三种。没有能识的人，也没有所识的物，也没有受识者，这叫无住相。这叫不住色生心，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无所住而生心呢，就是不生，这叫做无住。无住故无生，无生故无灭，无生灭故心是清净，这叫清净心。这样来布施，这是不是不布施了呢？不是的，菩萨为利益众生故，应入世布施。入世指什么呢？指清净心布施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这样的布施。所以如来说呀，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那一切所有一相不是真实的了，即是非相，在相上头能印到它是非相，在你肉体上头能印是你这个肉体不存在的，没有个肉体。到这样的时候了，不但是人，鬼也拿不到你。在唐朝时候，我们五台山一个老和尚叫高妙峰，高妙峰有时他寿命尽了，寿命尽了就该死了，那个阎王就派了小鬼来拿他来了。那小鬼拿他到五台山找不着高妙峰，怎么着说他是在这儿啊，怎么没有啊，找不着。那没办法，就求助于五台山的徒弟，说这是有个高妙峰啊，怎么现在找不着他？他说他现在入定了，入定了看不见他了。他那我完不成任务啊，我徒弟说他还有贪恋，他贪恋什么呢？贪恋一口钵，钵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印度的话叫波多罗，波多罗就我们吃的饭碗啊，吃的饭碗。我们中翻译中国话嘛，就叫应量器。那个饭碗嘛，就是你肚子有好大，那个饭碗就好大啊。要那一碗连菜带饭就吃着就够了，叫应量器。说他这一个非常还贪爱这个饭碗。你也靠这个饭碗，你就看见他了，他就出定。那小鬼就去靠他那个，靠他那钵，这一靠钵看他就在那儿坐着呢。那个小鬼拿锁链就把他锁上了。说他就这个主色就很奇怪，说您这不我拿到的，说你假修行，你还有贪恋，有贪恋你也脱不到手。
我说他就要求这小鬼啊，说你把这个碗呢还给我看一下，波多罗还给我看一下，我是耐他，他把这个碗接过来，啪往地一摔，就在一摔当中，他又入定了。那小鬼把铁链子一断，空的没有了。完了，他就说四句偈子：要拿老生高妙峰，除非铁锁锁虚空；要还所得虚空去，再拿老生高妙峰。你不能虚空把空能锁去，再来拿我吧。这成道的话啊，成道的话，就是他无着相了。我讲这个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他这个惯例，他的心力，把他这个不着相、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这个肉身不存在的。不存在，说这个空，就是这个含义，对，类似这样的，我们过去的祖师啊，有好多呀，这叫生死至如，要死就死，要活着就活着，这生死至如，还有一个邓衍峰，他到死的时候，他怎么死呢？他现怪相，他在我们大殿门那前面拿个大鼎，脚朝上头朝下，他就死那了，就是倒着就死那了。那大殿上那不耽误大家上殿吗？完了这个就向老和尚禀报了，老和尚说那时候住的那老和尚叫什么名字了呢？我想不起。哎呀，老有些老和尚是来去自由的，但是还有个业不由己啊，看你业消失没有，业没消失你走不得，还人家的债，欠人的债，欠人的债并不是光是钱呢，那问题还多着呢，你这段姻缘没了你走不了的，不论出什么毛病你也走不了的，该你死了，这段姻缘了了，你想不走也不行，这叫业不由己，说你所做的业由不到你自己，叫生死不能自由，不能自由。那跟我说这两个老和尚不同了，他们的生死是自由的。因此你学般若业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般若业是超过这个的，超过这个的，就在生死中，在生死中，他超脱生死，超脱死，对，这就叫心住，心降服。我们不自主啊，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心没办法，但是有一个办法，我们自己没办法的想的办法。如果你坐那念经的时候，你参禅的时候，妄想很多，其实你控制不了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打妄想，还要打呀，你越不要打呀，哎，还不如你不说好，你不想他还没那么多，你越不叫他打，好他越来的越多了，这个事儿没完，那个事儿又来了，就想想想，过去的呀，未来的多得很，你怎么办呢？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散乱。说不散乱了，不散乱了，你念经或者修到做禅坐的时候，他乖咳嗽，这心里一静下来啊，无所用心了，他不是关照了，他就乖咳嗽了，昏沉了，一个昏沉，一个吊举，这是我们修道者的通病。说读诵也好，禅静也好，那不是散乱吗？就是妄想，再不就散乱收拾不回来，就妄想，再不就昏沉，心一静下来好像什么没有，就该该咳嗽了，怎么办呢？但你各自自己想办法，我的办法就是这样子，那散乱了你自己用声音大一点
不要散乱，不要散乱，就说别人一样的，就说自己，啊，那就好一点。完，他就收拾一段时间。昏沉也这样子，不要昏沉，好好念经，好好关照，自己跟自己说哟，没有外人说。你说了这么几声啊，哎，好像就好多了，他就不昏沉了。这个方法呀，不可为虑，个人想个人的方法。说佛所教授的方法跟祖师所教的方法对你不一定适用，但是你自己想你自己的办法啊，你想你知道就是对治的方法，怎么样对着它，使得能够啊，是要调伏你的身心，让它不要散乱，不要昏沉，不要执着，要放下。但是这个必须得要功夫，看破了才放得下哟。看不破当成真的你放不下，当成假的你才能达到心不贪恋意不颠倒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吧。